老大，你太烦了！现在不是以前我有女朋友。听我说，咱们做一个群概念，就像我们总统召集海陆空国务卿开会一样。滚！打破单一的交流方式，做成病毒式蔓延。我只需要你动作快一点，钱给的多一点，我给你10%的股份。